嗨，大家好，我是黄俊荣。嗨，我是 General Anne 丽。General Anne 啊，你知道他的姓名是什么吗？是黄俊荣，所以我们今天都穿黄色衣服。除了这笑话之外，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要做的？新年倒数。哦，是唱什么歌呢？看我们的默契都好。我在想是那首歌，你跟我想的是一样那首歌吗？好，就看我们默契吧。一、二、三，没有，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这样啊！我们已经懂那个歌了，他们不懂了。正月里过新年呀，亲朋好友真高兴，家家户户来迎接呀，爆竹响连天呐，每一家每一户贴上一副新对联。节奏快了，春天就要来了。新气象，春天要带来新气象，小鸟要快乐折得唱，春花要开放多芬芳，快来穿起那个新衣裳，快来那个拍手掌，男女老少那个笑哈哈笑哈哈，歌词都全忘掉了，全忘掉。可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春天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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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来了。好的开始，好的结局，是恭喜发财，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见。嗨，大家好，我是 Gerald 黄俊荣。嗨，我是 Darren and 丽玉。So if you like to watch more.春天来了。No. More videos. More videos. More. Click right. Here. And if you would, like the content of this YouTube channel, you can click left. Subscribe. Below. And do remember to comment down below. Down below. What are songs you want us to sing? Baby shark. Do. General shark. 你为什么又倒了？